表达意见的时候，尽量能够简明扼要。那每轮三分钟为原则。那在第二分钟的时候，我们会按一次哈。那第三分钟的时候，请立即结束你的发言，不要影响到别人的发言权哦。按两声明，对。第三分钟的时候是按两声明。那你就请立即停止发言，因为保障后面其他居民还有团体的发言权。然后会场中不得摄影、录影还有录音，哦，这刚委您讨论过了，哦。然后在会议进行决议权，那个旁听的居民还有代表机关团体还有开发单位，今天应该离开会场，哦。啊，简单说明。这个是我们这个承办单的方案，不应该邀请，因为今天那个登记要花钱哦，要录高达是20。这个东西，25位哦，所以说变成蛮多了。那一个小商场，那其实花也蛮多，所以说。